来个超火，咱直播间不用超火，兄弟们，我们直播间不需要超火，大家只需要把背包里面免费的荧光棒清空一波就行了啊！等下晚上我们11点左右或者11点之前给大家抽个奖，好吧？黑丝套头唱歌，这个直播间不让弄的，不然的话这个超管会封号的啊，这个不给弄的啊。嗯，让他跟榜一，让他喊榜一老公可以吧？这个可以吧？别喊我，这个可以。我这把给你玩光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可以吧？光辉，兄弟们，巨猛！咱们成全一下小哥，可不可以？这他玩的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到时候万一小哥泰隆给我送个超火，什么是泰隆？那我们不白赚了。情人节限定，哎呦我的妈！可不可以？还有这种皮肤，哎呀，嗯。好，行，等一下，我已经想到惩罚的东西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说你要干嘛？我已经想到惩罚的东西了。嗯，你要干嘛吗？等一下啊。欠罚之刃。中团，中团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他们活不长了。这一把怎么说？哦，那感觉有点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谢谢小哥送的2发性感大火箭。你喊那个他疯了已经。小哥叫什么名字呀？你知道吗？就叫小哥，他疯了。你平时喊他喊什么呀？小哥。就喊小哥，你他妈的跟老板就喊小哥。那我喊啥呀？我觉得你应该喊他老公。我他妈真的，哎呀，你们两个，我真的啊！你惩罚。谢谢电灯泡的飞机。我惩罚你喊小哥10句老公，好吧？嗯，可以的。无处可藏。你说小哥老公，小哥老公，小哥老公，小哥老公。小哥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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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老公，老公，啊，把名字改回去好不好？老公，乖，老公，别闹好不好？你这个喊的太顺了。小哥老公，你要给小哥太顺人了，那怎么喊吗？你教教我。你要给小哥喊10更了，那不完蛋了？嗯，那你教教我怎么喊？你看那个喊乌鸡哥，你看那个喊乌鸡哥的怎么喊？你这个喊的完全没有。大哥，你这喊的他这样喊的。啊，这个光辉打辅助真爽啊，手好长啊！我操，他妈伤害不够。我老公啊，爸，我跟呆哥是兄弟，兄弟们，你们不要乱带节奏，兄弟们。哎，嗯。感谢小哥送的一个大飞机，可以吧，小哥？这一波安排的到不到位？嗯，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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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公，你得加个字呀！别生气了，小哥老公。哎，把名字改回来，我没有阴阳怪气你，我是阴阳怪气我自己，我难受，结果那样，我难受啊，我。他在暗示你呢。我饭又吃不下，我冰淇淋还洒了，我巧克力还化了，我过了个屎呀！我过个节，朋友圈全是秀恩爱的，妈耶！老娘发个自拍，
然后茄子给我回复，茄子哥给我回复了个我屌你妈的，我他妈的烦死了我。什么过啥日子啊，最讨厌过节了，我跟你讲。没蓝了。过啥节啊？没蓝了。啊，就是有啥过的呀？有什么好过的？游戏不好玩还是好？游戏不好玩吧，你看他玩了这。太好玩了，我真的是没蓝。我蓝了。死。死。哎，还有一个头。别动啊，这个头。干干干干，我来。这种粗活不交给 我。哎，我操，我他妈刚来了。这波闪现 Q。你他妈还闪现 Q 是过分了啊，相当于。嗯，那必须的。对啊，我发了自拍，然后那个茄子哥。微信朋友圈回复了一个我屌你妈的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不太好了，受到了伤害，真的。专业辅助还是打辅助响，真的打打也累死了。兄弟们，666走一波啊，666走一波啊，666改了吧，改了吧。呆妹小圆天长地久，哎，还不如你是啥呀？你能不能改个正常一点的？我服了。这你不找吧，找班上，粪球哥，推球都推不了。嗯，我这辅助玩的还不好呀，我这辅助专业的好吧？等一下，想想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啥？这是小炮。能 Q 不？哦、这是小炮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是他妈是什么东西？你去哪里了？你去？这他妈是什么？我来了。哎、这也行。来上上上，给个 Q， 给个 Q。我来控，我来控。哎，没 Q 着。你刚才拿头的时候可不是这么 Q 的。没事，我刚闪现 Q 的嘛。可以死了。帮你推波线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帮小炮推波线，可以。兄弟们，666走一波啊！不走我永久不是我的意思是，让小哥把名字改回去，你知道吗？改成他自己的名字，别整这 CCPP 的了，真的没有意义，兄弟们，整这个 CCPP 有啥意义呢？对吧？是的，兄弟们。你们这个一直刷这个没什么意义、啊、一个人不香吗？打个666没有，他现在又组我和别人的 CP 了、组我和那个小圆的 CP。 那不挺好的、哎、是个女的不挺好的？谁打野？瑞文打野。哎，瑞文在打蓝 buff， 放了一首普通音，过去搞他一波。我是你哥，我靠，你他妈是真地会跑！我操！哎，对面就很难受。交闪有点不讲武德了。哎呀，没，哎，我是不是打死了？哦，没打死他，差一点点。哎，差一点点他就死了，我被杀的当了。这你不找我吧？可以吧，我的这个光辉玩的有点东西吧，是吧？卧槽，太假了吧，他有闪现走位，我好。感谢小飞送的飞机啊，感谢小飞。我靠，这瑞文这都没死，我是你哥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下路抓崩，真的下路是废物，你过来抓下路，然后我负责 Q， 怎么样？我现在中路不太好补刀，我得溜了，他想搞我。哎，还能造机器啊、哦、好肉这个东西，怎么办？现在要干嘛？个 Q， 没 Q 中。哇！得不到的微
们这个弹幕我都看不清，我都不好跟你们互动了，兄弟们，你要说一些我们可以跟你互动的话题啊，兄弟们。你这弹幕发的，我靠！太难了，仙哥。这你不死，小伙子。嗯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不用慌，小炮。我被他秒了，我被他站桩秒了，但是你可以杀，你可以杀。给个机会，你可以杀。这 ADC 也没了，没事没事，你可以你可以。我要杀两个。我可以可以，哎，可以。我要杀两个。你还吃药呢？你这个鬼啊！你还吃药？吃屎吧你！插个眼，还敢吃药啊，小逼崽子！插个眼。哎，对，咱们是绿色直播间啊，嗯，绿色。你看你怎么又绿了？你看你们阴阳怪气了，我跟你讲，阴阳怪气，全部阴阳怪气。我说我直播间就不应该有这种奇奇怪怪的节，不知道谁发明的这种节。我直播间是绿色直播间啊，听见吗？我要搞颜色啊，番茄啊。我觉得就是老有人弄这种奇奇怪怪的节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大家才会就是有这种不一样的心态。其实今天和昨天没有啥区别，还是快乐的一天。不，你错了，今天是星期天，粉丝团亲密度最后一天，怎么会不一样？你说的太对了。稳住，别搞。哦，想起来了，你上周被淘汰了是吧？我故意的，我故意让给他们的。啊，真的，真的不对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上个星期有主播跟我协商说，咱们不打了，能不能让一样？那就让吧，就不打了，懂吧？都是一个板块的，这么互相伤害不太好。我信了。嗯，你不信呐、啊？你不信拉鸡巴倒、啊！你不信，来来，你不信你给个 Q 来来。来来我 Q 啊！闪现 Q， 上！撞！这你不上，我在扛打。哎，这我大空啊！继续上，我在扛打。我上，我上，我上。上上上上上。等一下，等我扛。等一下，等。奶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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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。可以可以，没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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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炮他妈没有治疗，这小炮。嗯。没奶，我本来想给你个 W 的，但是我没 W， 可以把这个塔拆了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哇，我们两个残血，好难受啊！我没有死，问题不大。就是啊，嗯。兄弟们，得要给他抽个、抽个奖、啊，兄弟们别急，不然的话咱们这个粉丝团不太好进啊，兄弟们，咱们只能众筹了，没办法啊，咱们只能众筹。嗯。这什么？你别送了呀！我刚经历了什么？你怎么又死了？不是，我不，我没送啊，我没送啊，我刚被，我刚。再送的话，你要接受惩罚啊！你啊。不是不是，我刚才真的，我被谁杀的呀？我没明白啊！辅助的全屏大招，大发明家的，啊，还可以这么玩的吗？看好了，不要眨眼啊！这一波，请不要眨眼。先杀一个不急，再来一个往后。哎，怎么说？闪现跑了，没有用。好，好。你有什么用？你有什么用？小老弟，没用。塞纳的大招，嗯、塞纳是辅助，塞纳是辅助啊！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大发明家是辅助啊。啊！已经进了吗？熟得死呢！没有，后面会偷塔的话吧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没有进，好吧。哦，你现在应该是在打晋级赛是吧？再进一次。日榜前四才能进，有点费劲。你现在第几啊？我第四呀。你第五名是谁啊？第五名是微笑啊。那我那完了呀。Q 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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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 他。
哎，没 Q 中。哎呦我操！我这一套打的没打好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用慌不用慌。为什么这么坑的人还有这么多人看？因为我搞笑，行不行？我是一个搞笑主播，我搞笑，搞笑。漂亮。我是欢乐喜剧人。漂亮漂亮。牛啊！像你们，像，他妈了个巴子了！哎呀，回家了。上当了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不太好打啊，前期还是可以的，后期是真的难的。我要注意那个塞纳的大招，出个炉灯，然后咱们再出个沙漏，好吧？完美。哎、有人说主播你的外套有链接吗？没有啊。想买吗？想买的话，给我送个超火，我把我的这个衣服寄给你穿几天。臭不要脸！那我跟你们整点搞笑的，好吧？我跟团队说一下，我今天感觉没必要买背包，抽个奖差不多了。讲道理，今天没必要。我就跟着咨询。就搞笑了，我就跟着他，他打啥我就抢啥。他妈了，他妈了！你打啥我就抢啥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啊，兄弟们！咱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大奖要抽给兄弟们啊，大家一定要参加了。什么大奖？好期待呀！嗯，等一下我将会在我的直播间里抽。1000块钱，嗯，你说个1000块钱，你想守塔？1000块钱很少吗？不少，但是你守不了塔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不等我了？你不给我助攻？等你干啥呀？行，我跟不上他，他跑得太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给你个圈，求你了，我给你。哎呦我，你有助攻呀？操！那个 DJ， 我靠！你再不跑，你死了，你信吗？我靠，小炮这么狠吗？你小炮，我不可能死，小炮有点能死。等会，怎么说？哎哎，我二闪，我靠！我看你这老母猪是青红哨，哦，不是老母猪带胸罩一套又一套你。哎，没事，不用慌，死不了，死不了。这个人伤害有点高。闪现 Q。哎不好，带队友送你，是不是带队友送人头你？啊、我没，我不是，这怎么没死啊？这小炮跟不上，你知道吗？这小炮跟不上，没事。没有伤害能活吗？你没伤害呀？小炮跟不上，我小炮跟不上我，哎呀！有人说主播可以，我买了。虽然说穿不了，我儿子可以穿，可以。哎呀，这怎么小炮跟不上我？本来刚。那一波是完美的，我都闪现 Q 到了。那个小炮要瞬间跳过去的话，我们就把那个塔拿下了。有人说主播，我给你送个超火，你能麦克能不能给我借几天开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很难受。来吧。我还是跟着智勋吧，你走慢点行不行？我是野区刘翔，你跑不过我的，我翻墙可厉害了。讲道理，先生，等等我嘛！叫我野区成龙，别你追不上我的。成龙，等一下我。我操！成龙哥，你是不是多少？等一下我嘛！你是不是多少带点脑残？你感觉？我觉得今天有点。让我叫野区成龙吗？有点问题。嗯。他就不要了，你就交给我一个小小辅助。我在蹲，我蹲人，我蹲人呢，我蹲蹲人呢。推塔中出活就给你了，我去击杀。我推不动了，我就击杀。我和你一起蹲人。嗯，这么真实吗？嗯。走！哎呀，瑞文，我就知道你在偷 buff 你。不当人偷野，我要去做视野了，兄弟们，身为一个合格的辅助，我操啊，要把这个视野给他做全。这个逼人不高，看好了啊，轩轩又要死了，
我操，骗大了这个逼！近身！哎呀，我没杀到他。气不气？等一下，我日个气！我的大怎么没弄死他呀？有时候主播可以有玩一下绝地求生吗？哎、我太菜了呀，讲道理。那你要玩吗？我带你玩。你也太菜了，咱们俩。我菜吗？两个人都强的好吧？两个人都菜，玩绝地求生，那是确实是绝地求生了。哎，可以抓哎、欸！不是，那应该叫绝地求死，应该讲道理。嗯，问题不大。我觉得有机会，真的，我觉得有机会。但我不敢动，他们走了。算了，这波兵我几把天要了。这谁点的这波？嗯。这把是优势吧？不要就给我。对吧？这把大优啊！你觉得你像你二杠五杠十，像你喜欢待那个待在英雄联盟，还是待在那个绝地求生板块？嗯。你这又说这话。啊！不知道我们去了超管有没有在看？其实说实话，我挺想去英雄联盟去的。那你？但他们不放我走。那你应该吃不了一口热饭，像你这种技术。是吗？没有啊，我要好好玩，还是玩的挺好。就是我去练呗。你好好玩。主要是我有个不高，倒体烧，翻墙。哎呦，塞纳有大我。我好，塞纳有大。因为我还挺喜欢玩英雄联盟，但是玩太少了，真的。除了和智勋或者打石头赛的时候玩一玩。其他很少玩那个英雄联盟，所以我觉得英雄联盟真的还挺好玩的。绝地求生主要是玩多了也就那样了，一把杀几十个人没意思。玩你不要个脸啊你！咱俩玩绝地求生，真的你跟我深友。咱俩玩绝地求生，那是你菜，我带不动。咱都没吃过鸡，说实话。你太菜了，我带不动。那你这么菜，为什么我英雄联盟能带得动你呢？讲道理，那还是。那还是你的技术不够强呢，讲道理。我菜吗？你不菜吗？喂，你看我一辅助，我都打成这样了，我还菜啊？你菜的抠脚啊！更不菜了，那我又不是输出哎。你不是输出，跟输出有啥关系啊？哎，我输中亚了，我跟你说。这个瑞文都刷一辈子野了，要么找个班上去吧，刷一辈子野一杠五。你等着，你等着。山顶哦，对，我不能去英雄联盟去，我要去英雄联盟去，智勋这辈子粉丝团都进不去了。你可拉倒吧！我觉得你有点瞧不起咱们直播间的魔教众了，等等。我跟你讲，咱直播间很多水友，说实话他是有实力的，只是没有必要。我没有瞧不起你们魔教众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万一到时候，哎，假如你们不是五个名额吗？那假如我是第五，你是第六。你上还是不上啊？那假如你是第五，我是第六，我上还是不上啊？是不是很尴尬？我和你讲，咱直播间很多水友都是非常有实力的，好吧？我知道你是有实力的，但是咱俩要是在一个区的话，咱俩就真的没法打了，哦，就太难受了。这个都是虚的。打了吧，这个都是虚的。别人就说我们，对吧？虚假友谊。表面兄弟，不打吧，就淘汰了。就除非咱俩全部都在前五名，那太难了。问题不大，粉丝团其实我进不进都无所谓的，真的，我其实真的无所谓。我信了。粉丝团有啥用啊？哎，我这个怎么回事？粉丝团还不是为了给兄弟们打卡方便嘛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热度，说实话，我200多万热度已经够用了。你再高的话也是排到这么前，我们英雄联盟热度都200多万排第一排，我这样排第一排，没有，没啥用。兄弟们，把泪目打在公屏上。漂亮。不给机会。翻墙。不给机会。交闪。不给机会。不交闪。不给机会。三杀。隐身。哎，不给机会。五杀，能不能过来一点？五杀，给姐姐一个救你的机会好吗？来，带套，带套，带套，没套了，你等一下呗。
哎，带套！哇、哦、吼！有了！带！我操！带来！我靠！差点难为了呀！我吐了呀！咋办嘛？我差点一个人打五个人呀，差点五杀了这一波。我就过不去，你能跳过去，我就跳不过去。差点五杀了，兄弟们，就这一波操作，兄弟们，技术主播不应该关注一下吗，兄弟们？讲道理。妈，又是我一个人带线。看来大家还是喜欢听这种像乌鸡哥这种主播啊，礼物应该多。知心哥。呀，这怎么又把我秒了？像咱这种实力主播，好像不是很吃香呀，感觉。红水晶来一个，这谁点得住啊？像呆妹，你谈过几个男朋友啊？你干嘛？你干嘛问我这么敏感的问题？那不聊天吗呀？啊？那你谈过几个女朋友？我先问你的呀，你先说嘛。我谈过的，就是你是指哪种啊？就是那种哦，你谈的那种就是哦，就那种一两天的你不算的是吧？哦，没有，是那种就是正式在一起的，还是那种想在一块但是没在一块的那种？啥意思？什么叫想在？啥叫想在一块没在一块是什么意思？就高中的时候，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哥们儿。然后我特别喜欢他，我都感觉我他们家户口本上写我了，我都太爱他了我。然后呢，有一天，我就叫他出来吃饭，然后叫他出来吃饭，然后我们不是都在学校嘛，住宿式的学校嘛，然后吃饭，然后吃完饭之后，他跟我说，他说，你要不那个以后把那个饭卡上的钱充我的饭卡上吧，就是那个时候还没在一起，他说。你要不把饭卡上的钱充我的饭卡上吧，这样的话咱们俩用同一张饭卡。我说那这张饭卡谁来拿呢？他说他来拿。我说那我饿了怎么办呢？他说你一般不会饿的，我经常下课会饿，我除了吃饭时间我下课也要吃饭，所以这张饭卡应该我来拿。我就再也不想见他了，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搭理他了。那正儿八经谈的呢？我就很无语。正儿八经谈的啊，正儿八经谈的，我得想想啊。啊，初恋算吗？初恋应该不算吧。初恋很小的，初中的时候，初中的时候也是特别喜欢一个男孩子，然后那个哥们儿，就是和我表白之后，然后他就转学了，然后转学去北京了，然后我在陕西，然后他在北京，然后他在北京。哎，你别说故事，我问你谈几个，你给我讲故事干啥呀？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一说我就想起来了。然后那哥们在北京有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两个就像是在一起，又好像又不像在一起的那种。然后他回陕西之后，他平时就不怎么理我。然后我还是就是看他们学校贴吧，然后我才知道他都有女朋友啊。然后他平时也不怎么理我。然后他一回陕西他就过来找我啊，然后他找我他说什么，就是要我的初吻，然后要我的初吻，然后我就和他一起出来了，然后一起出来之后我还买了个吃的，我在那吃呢，然后那哥们还给我买了个烤串，然后他让我吃，我就不吃他给我买的烤串，我就吃我自己的。他就问我说你咋了，你为啥不吃呢？我说你不是都在那个北京找了一个女朋友吗什么的，然后他就贼生气，他就把那烤串给扔了。哎，我就很无语，他气急败坏，你知道吗？他破防了。不是你说这些，走了。不是你说这些，我问你几个，你跟我说故事干啥？我要听结果呀。啊，就如果真正认真的算的话，应该是两个。我信了你的邪，两个，准备拿五杀。真的呀？那你说这种算不算吗？准备拿五杀，准备拿五杀，我靠！你给我抢了，我的 double kill， 你把我五杀抢了，我想给你来一刀。那你五杀咋了吗？都是兄弟抢个五杀咋的？我操，这个人为什么攻速这么快啊？这个皮，嗯，
我就遇到人才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神奇。然后呢，那个初恋还找过我，推倒推倒。然后我，哎呦哎呦，全死，你们两个都死，信不信？死，我操！还在杀我了，我操！牛逼！这个人这么……哎，我又忘了按中亚，我真的是，给你讲故事按了忘了按中亚。这么狠吗？然后那后来那个初恋还找过我，你知道吗？志勋，找你干嘛？我还和他做过直播。他找我哭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当时播户外，然后他就是找我，然后我就和他播了一期户外，然后我在那直播他的哭，他说觉得对不起我，想和我和好。我说妈耶，初中的事情了，我现在都上大学了，你还找我和好，你是不是有病？那太狠了。那你这个年纪才谈两个的话，其实挺少的，讲道理你的恋爱经历有点太少了。主要都长啊，长几年谈得长啊，谈了几年？三年啊。三年可以的，有点狠。将近四年。四年啊，很久啊。可以的，对呀、啊，很久啊，是吧？对，我现在就不相信男人，男人都是狗腿子。那为什么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那你谈过几个？男权警告，我请教我男权妈妈怎样。你也说。哎。你说，哎，这怎么没死呀？你谈过几个？哎，不是，别转移话题是吧？我谈几个？说，快点。我谈了，那太多了。太多了吗？太多了，我觉得一只手都数不清了。哦，牛逼，牛逼。没有，算三个的话就要算那个初恋，但是我不太想算那个初恋，那个太鬼扯了。哎，想当年我们的情节，看到帅气的小哥哥心心念念，当他去转学的时候心心念念，想着他终究有一天会回来，这个人骑着哎骑着白马过来，操，骑了白马要你的命，快死了！哎呦，我又忘了按中亚，哎呀，这手怎么就这么？推倒，推倒，推倒，不要推倒。我刚说到哪了？推倒推倒。我说，这个小瑞文，我一套应该可以秒杀，应该。我以为他会骑着白马，不是骑着白马，操！我的天哪！翻墙！哎呦！嗯。不是。吹牛。不是骑着白马，操！兄弟们，我以前校草级别的，你以为？你可拉倒吧！我的意思是，他会骑着白马，然后回来给我就是说，就是说什么我爱你啊这种话。结果没想到他一回来，他就说什么你能不能把你的初吻给我？然后我当时已经知道他已经就是有别的女朋友了，然后那个女朋友还是个小太妹。然后那哥们儿还跟我讲说什么？嗯。他在北京，然后一个外地人，然后受欺负，然后不找一个小太妹做女朋友的话，就在学校要被打死了。不能牛逼，买不起。嗯，我说你都这样了，你还要回来要我出吻，你多半有点毛病。然后我揭穿了，还把我烤串给我扔了。烤串什么人啊这是？你这么喜欢吃烤串吗？啊？嗯、啊。谁不喜欢吃烤串呢？哦、对吧？这么真实。什么男人啊这？嗯，我怎么闻到了一股屎味？谁拉屎了？嗯，你拉屎，我是你哥。嗯，你干嘛拉屎？干嘛在这种这太难了很悲伤的环境中拉屎？悲伤吗？对啊，是他自己买的烤串，那烤串不是要送我吗？送我不就是我的烤串吗？然后我一接上他，把我烤串扔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大街上，牛逼！看好了，不要眨眼。翻墙！你别跳过去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等一下我？没有用。好，我把你输出了一波。没有用。我说我还是过不去。好，从这。没有用。来。没，我操，抢不过头，我靠！这些人他妈是真会抢。可以啊，又赢了呀！那不废话吗？哎，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志勋。啊。你谈这么多，你谈过最深刻的是哪一个？就最有印象的。最有印象的。最深刻的，你最爱的一个。
最爱的。对。嗯。哦，那没有。你点个赞。那没有。没有吗？啊，没有。你谈了这么多，你没有一个最爱的啊？没有，没有那种特别适合的，就那种很适合的，好吗？嗯，来，这么扎心。